意思是干啥呢？这是？哎，哥们儿，你这是这玩意儿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？这玩意儿是装载机，液压的。这液压的吗？这个？耶，我看起来挺漂亮。耶，这劲儿还挺大呀、啊，这个。耶，这个挺好玩。这多少钱呢？这个？19800。19800？对。你逗我的吧，老铁？没开玩笑。这是高端模型，就这么贵。耶，这比我那个产车还要贵啊！这现在，这个确实我感觉还挺不错的，我也挺喜欢啊。你这样吧，你这个我跟你商量个事行不行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我也有一台产车，咱俩要不换一换？你看着没有？那边那个是我的产车。耶，大家伙事啊！对对对，你看，到时候你再贴给我点钱，我把这个产车给你收了，行不行？换一换。我还得欠你钱呢。那你我那产车不比你这大得多吗？才几千块钱也就。啊，也看它大，越小的东西越不好做，是吧？啥意思啊？你的意思你还不愿意啊？我这大车给你，还得再贴我钱呢，还贴给你点钱？对，你这小东西，你这值那么多钱吗？我那能干活呀、啊？你这是干啥呢？干活，这种快乐你永远享受不到。你不买的话，我真的假的呀？我丢，你说吧，你看我那个铲车抵给你，不行的话，行，我再抵给你，抵给你多少钱？我把这个铲车我买回去，我也想玩一玩。7000-8000块钱，你最少再给我拿10000块钱，把这个给你。我再给你10000，你把这个车给我。你说这生意能不能干，老铁们？能的话，我就直接给他换了啊！我就把我那个小铲车，大铲车，换他这个小铲车，还得再贴给他10000块钱。你们说行不行？行的话，咱就给他换了。能不能让我玩一会儿，老铁？可以可以，先体验体验。行，来，我玩一会儿，我感觉牛逼不牛逼？我屌！耶、yeah, ，这个可以，耶、yeah, ，这轮子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